在前面我们已经学过分段函数的画法，但如果我们想要画一个这种封闭图形，它就不可以用函数的方式来表示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就要用方程式，那或者是这种参数曲线。在这节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这个参数曲线。我们先用参数曲线来画这个抛物线的下半段，这边输入 vx 等于这个 curve。在先前，在前面我们已经学过分段函数的画法，那我们可以利用，但像刚才这个例子呢，s 等于 t，y 等于多少 t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再来绘制一个用参数曲线来表示的好优点，例如我们像个 v2，我们这样子 curve，我们来画制一个圆，cos t 跟 sin t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t 呢，我们就让它从零到这个二派。好，这样子呢，就绘制出一个圆。那如果你要把圆变大，这边再乘上一个二，好，这样子就会绘制出一个这个，半径为二的这个圆。那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这个 t 的范围，好，例如说我们可以输入一个 st，这圆的起始点。那圆起始点呢，我们把它叫做派。那圆的终点呢，我们把它叫做二派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把这个东西再改一下。那这边呢，再改一下起始点 st，那这里是那个 et。这样子呢，也会得到这个圆哈。用参数曲线就可以摆脱任何一个 s 只有个 y 的情况。对，像刚刚的 st 呢，如果这里是一个无理数，它只能变成数值。那如果我们要变成数值滑板呢，你一定要把它变成这个有理数的方式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我就可以再拉动。我们可以看到参数曲线的优点，就是不像原本的函数，一个 x 只能对应到一个 y，现在一个 x 呢，也可以有两个 y 啊。它实际上是由 t 去控制 x、y 对应到的这个点集合。对于这参数曲线，除了用 x、y 坐标输入呢，它其实也可以用极坐标的方式来输入。我们现在来画这个有名的笛卡尔星形线。好，笛卡尔星形线的话呢，就是这 curve。好，那它的一个写法呢，对，我们可以这样写，就这边是用极坐标来表示。那我们的参数的话，从零到这个派二派。好，那星形线的这个写法就是，它的这个前面是它的长度，后面是它的这个角度，角度就是设成 t。那长度呢，就是二乘上一减掉 sin t。这样子呢，就会得到这个笛卡尔的星形线。我们把它输入，好，那可以看到呢，它就属于这个参数曲线的部分，也可以改变一下它的这个颜色。好，那这个爱心呢就出现了。好，那可以把刚刚这个呢再把它藏起来。好，那当然有人会觉得，这个爱心真的是不是很好看？有没有更好看的爱心参数曲线呢？在网上呢也可以找到这很专业的这个爱心参数曲线，它的 x 坐标就是用这种 cosine 来表示的 y 坐标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样来画这个，就是利用刚刚这两个 x 坐标来组出来。所以一样是 curve，然后 shxt 加上 shyt，t 的范围一样从零到这个二派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会绘制出这个爱心。好，那这个绘制出来的爱心呢是躺平的。那我们再稍微改一下，把两个交换。对，好，那这样子呢就会得到这个直的爱心。好，那如果觉得这个爱心太小呢，我们可以一样再稍微调整一下，把这个东西呢再乘两倍，这边再乘个两倍。好，所以就会得到这个爱心的参数曲线。我们再快速回顾这节重点，在这节我们学会了参数曲线的使用，可以来画这个抛物线的这一部分，那也可以来绘制出这种圆的方程式，透过极坐标，透过参数，我们可以画出更复杂的数学图像。